哎呀，你说这人要倒霉啊，这喝口凉水都塞牙。你说今儿早上吧，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呀，哎呀，老不得劲儿了。我合计上班之后到那马路对面的诊所我看看，这家可好，一去没把我气死。进去之后啊，人家医生连正眼都没瞅我，唰唰就给我开单，就让我去检查。我在那医院里拿个单子呀，就跟个走马灯似的。这儿检完检查完了，检查那个，这家钱没少花啊，光这血就给我抽好几管子。最后弄半天我是岔气儿的，你说气人不啊？多坑人呐啊！你是怎么会是他呢？太巧了。哎呀，冤家路窄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人还不撒呢哈！哎呀，我说，这咋还挺面熟呢？哎呀，那能不熟吗？我在你们医院跟所有人都快混熟了。是吗？我说丫头啊。要丫头呢，我爸才真叫我呢。啊，我说这个不叫丫头，我说你这个老妹儿啊。你别整那亲，谁是你老妹儿啊？你多大就叫我老妹儿啊？我说老娘们儿啊。叫谁老娘们儿啊？到底叫啥？叫啥也不能叫老娘们儿。好，那个我说小丫头啊，我这个电脑坏了，你给我收拾收拾来。挂号。我是来修电脑的，我挂什么号啊？你说的话好像到我们诊所似的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店啊，一天修好几十台电脑呢。我要不给你挂个号，我知道哪台是你的，万一给你修错了呢？你这个小丫头，你这充其量也是个登记，你怎么能说挂号呢？行，挂就挂吧。内科外科。这怎么还有内科外科呢？哎呀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吧，你这电脑如果外壳坏了的话呢，你就要挂外科，懂没？啊，你那是内壳和外壳。哎呀，这怎么理解吧？那我的显示屏坏了，你说是应该挂啥吧？显示屏这多明显呢，那是门面，当然是五光科了。哦，那要是喇叭坏了呢？耳鼻喉科。那要是线路坏了呢？肛肠科呗。我说不过你，我说不过你。得，你是不是来抬杠的啊？你修不修电脑？修，那你就给我挂个内科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内科啊，它还分为普通和主任，还有专家。你看你挂哪个号呢？我你妈，这咋这么那么麻烦呢？啊，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我们这普通号呢是5块钱，进来就拆，拆反正拆完不一定能装上。主任号呢50，进门就拆，拆完看着装。这个你还兴许有俩收获什么的。就拆完之后，兄哥你剩俩零件回家。这个专家号吧就比较贵了，150啊。拆之前啥样，拆完之后还啥样，你看你挂哪个号啊？你要这么说呢，那我就给你150，我把电脑拿走不就完了吗？那也行啊。欢迎您下次光临。不是你这，你干啥？我是来修电脑的，你得给我修好啊。那我也得看你得的是不是绝症啊。你修不好，我上你这修什么啊？啊，那要都得绝症的病人都上你们诊所，你就能都能保证给人治好啊？你这小丫头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说话吧哈，挺野人的，但是呢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你看看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台电脑绝对不是绝症，它就是上不去网。哎，那行，那你也别着急啊。我这样，我给你登记一下。对。姓名？王小丽。我不是，我修电脑你还是修我命啊。哎呀，这跟不明白的人唠嗑太费劲。我是说姓名啊，是你这个电脑是什么牌的？
你没看着吗？苹果。跟你说，别的电脑能这么容易坏吗？性别。你重说一个词吗？性别。你家电脑还分公母啊？我说这性别呀，是你这个电脑是什么色儿的？一般我们这儿呢，就是说黑的或白的统称为男的。那我这哄的就是女的呗？答对了。妈呀，我试好几年了，我这电脑是个模子。你有医保卡没？我来修电脑，我什么医保卡呀？哎呀，那你这到底是不是公家的？需不需要报销啊？你这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这个人太麻烦，这是我个人的，是不是？我那诊所也是我个人的，我所有的消费都是自费，你明白吗？啊，好了好了，你要早这么说，我早就明白了啊！来吧，拿单儿去检查去吧啊！这是你的，这也是你的啊！我看，妈呀！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怎么的了？有不明白的吗？这是磁共振、CT、心电图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啊。这个磁共振呢啊，就是说吧，看你电脑里边的节点呢有没有开焊的地方。这个 CT 呢，就是看你这个风扇运转是否正常。心电图呢，就是看你的电路啊有没有损坏。验血呢？耗电量。验尿呢，就是看你这个流量是多少。哦，哎呦，修个电脑太麻烦了，你们这这么乱七八糟的啊？乱吗？乱了啊，挺乱的。哟，这不跟你们家诊所一个程序吗？不是，这行了，抓紧时间吧，一会儿主任专家什么的都下班了啊。我去了，往那边走啊。哎，我去了啊。看见没？就对付这样的人啊，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哼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糊弄人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架势花了好几百，把我电脑拆不稀巴烂呐！拿来我看看。你看看这单子。哎呀，不错呀！啊，你这电脑这各项指标还都挺正常啊。哎，你说话就不对了。他正常，他怎么有毛病呢？哎呀，那这个具体怎么个毛病，你就得住院治疗了。我修个电脑还得住院？我那天天有病人来，我没有电脑，我怎么给人开药方啊？那要照您这么说的话，你要是没有电脑，就开不了药方啊？对呀、啊。那你这不是合着拿电脑糊弄人呢吗？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上电脑查查资料，现学现卖，谁不会呀？啊，那你实在是挺不了的话啊，那你就转院吧。往哪转？我告诉你个地儿啊，你呀就到沟帮子火车站对面第二个胡同，然后你就一直往里走，走大约50米左右呢，你就往左拐，然后呢再往前走大约50米左右，你再往右拐。这个时候你再往前走，你可听吧，你可听吧，怎么的？我跟你说，我的电脑不修了。啊，那欢迎您下次光临。小丫头，你记住了啊，没有见不着的亲戚的面。你看看，下一次上我那看病去，我拆不碎你，我算你长得结实。三平平老师，喜欢这个小品吗？这个小品让我们感觉是眼前一亮，因为它的构思是很精巧的，而且最后的底呢，其实托起来一句话叫冤冤相报何时了，这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，如果大家互相不信任的话，恐怕这个医患关系也很难走向正轨。这里面呢，从节目的编排上看呢，有一个地方稍微显得夸大，就是无论是医院里边什么样程序，都原封不动地对应到电脑的修理程序上，这个有一点夸大，稍微超越了我们对真实的认知度。再一个呢，张瑞雪这个表演上呢，你在医院里刚刚费了挺大劲，应该是一肚子火，这个时候你应该表现的是先压住这个火，冷静地按照医院的程序来处理这个医生的电脑，然后压着压着你压不住了，后边的情绪出来了。可是如果自始至终你都这么冷静的话，那么好像感觉你这是诚心在刁难这个大夫，就你原来那种情绪没有出来。
当然这个小品本身呢，我认为主题意义是非常好，像这种既有讽刺意义同时又有社会正能量意义，这样的小品要是我看着，我就得让他上春晚，谁知道有的人看了那不定咋想，咱没这权利是吧。好，谢谢梁老师。江昆老师，这是个讽刺小品，里面有很多比较精彩的东西，就是用医疗所存在的弊病跟一个电脑，它大家经常熟悉的一些故障形成这种对比，有的时候比较巧，这种巧呢就形成了意料之外的东西，比较精彩，冤冤相报。你这样的话一来的话，我们这个社会就搞不好了。如果说是换一个角度，这个角度就是我认识到了这个不好，但是呢他死活他不认识，那么好，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最后哦，感觉你都是说我呢，哎，早知如今日何必当初啊！如有这么一个逻辑思维的话，恐怕它的积极性那个意义就更大一些。我就这些意见。谢谢老师。本山老师，首先我说这个作品很好，就是它的巧合，一个病人跟他一个病人的经历，完了呢，大夫又来到一个环境去修电脑。应该是啥样呢，就是你们前面不用铺垫，坐到那儿来修电脑了，你就是一个职业的，不是到这儿认出了他了，哎，你前一段给我这看过病啊，是吧，他说我花那么多钱，但是最后不还没看好，把这稍一铺垫你就出来了，按照这个你的来挂号，这一下就包袱就建立起来了。但回过头来你要用那种方式去提醒他，不是报复，是一点一点的提醒，说你这样吧，你得猜多少钱呢，用不着完全按照医疗术语去说，用一种提醒，用一种他说那我来修个电脑，最后把这个电脑修废了，说本来就没啥病，最后是个欠费，就用这一种很温暖的过程去解释，作品呢也成立，而且呢又会非常好。就是我们一旦建立矛盾的时候，你的矛盾冲突是大的，你所有事件你的语言带过激，这个人物就觉得想得放大了。不过这个东西很好，你演的也不错，好吧，谢谢老师。